其实我之所以录制小视频，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就是把快乐传递给更多需要快乐的人。如果你看我的视频，感受到了那份快乐的话，我希望你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吧，让他们也感受到这份快乐。如果我以上所说的不足以说服你分享我的视频的话，那我告诉你真相吧。其实你每分享我一段视频，我就可以赚到一分钱。如果不是为了钱，谁愿意每天对着冰冷的手机自言自语十几个小时呢？傻了吗？还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？如果你喜欢，就请关注我或者分享我的视频吧，救救我吧！我不想再过这种猪狗不如、贫穷的生活了。